就要塞给我用。那所以咧，所以怎么办？他现在有在充电吗？一定是有啊。确定。刚吃了个饭，竟然没有满格。他就你刚吃饭的时候有差是吗？有啊，那要闪会闪的、啊。唉，这才还是这才输出速度比较慢。要二 A 还是一 A 的插头？那我知道换大颗那颗啦。那这颗，这颗应该没那么弱。这颗没有亮啊，还有亮啊。按一下，它会用闪的。有啦有啦有啦，在闪呢、啊。我就觉得我怀疑它接触不良了、啊，它就很松啊。不，它接它不会因为松的要命。它头接着的地方松得要命。你说下面还是上？多上下面跟 GoPro 没有问题嘛？如果看不见路了。嗯。嗯，太雾太雾。好，赶快补血给颜月啊！颜月血不足啊，血不足。其实现在温度。GoPro 上就有水了。对啊，现在温度还不够低，掉下来又浓。弱弱的。那你要怎样回家了吧？也没有啊，好多红棒棒啊。什么都看不到。什么都看不到，东西南北在哪里？不大行哎、欸。哼，视线差。什么都看不，又没有人在走路。不不不不，不不不不。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在于。我搞不清楚方向、啊，那你就搞不清楚方向，就看着缆车往下滑就对了。那就是那就是馒头的这边了。没有啊，就不要撞到树，看到树往右边走就对了。嗯。有高雾的、欸嗯，而且我也怀疑，镜里面，我们镜应该是清楚的，只是外面真的太雾。天气变化蛮大的。他弄了棒棒，这样不错啊。不要撞过来。对啊，滑棒棒里面的对。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滑这个很松。要松很久，现在也不知道松不松。好冷。好冷。我刚刚在把腋下拉链关起来。我腋下没关。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车。你的手要举高，好，可以，先搞定一个。这边还有，但是我好像下去再说。拉不到，好像要到了。嗯，是啊，好像是。对，是哪里？啊哦，那我想起来了，前面还要滑平一段路才会往前去。你看。然后那边就是另外一个缆车啊。哪边？右边嘛。对啊。你要去那个缆车吗？不要。不要。那你现在干嘛？下去啊。因为我不想要用手出力，我想要用爬的。用手推，我手一定会酸。
什么都看不到。来，镜头检查，一些水。电呢？有在充吗？电 OK 啊。他有说他在充吗？看不出来。好了，抹掉了。怎样？我是觉得他没有在充。嗯，刚不是在闪吗？是我拿出来接触的嘛。我记得旁边是护栏的。对啊，跟着棒棒滑好了。下去了，下去了，下去了。还好了，还好了，嘿呀，好了，跟着前轮脚步走，红色那个，红色那个，怎样？你怎么了？没有雾啊，你雾了，可是我接近了，你看我看得清楚吗？那就是雾啊。我的这个是这个吗？这个对。啊！
啊，什么叫路？树。树。那一丛树在哪里？不知道啊。看不清楚，我看了连界线在哪都看不清楚，快看到了。你什么看到哪里？界线。我要看哪里要掉下去，应该是要往右边一点走。是这样吗？是啊，因为树的左边很可怕啊，要走树的右边。哦，拿掉眼罩更看不到，没戴了眼罩反而比较好，跟着他们吧，对啊。右边有树的感觉。啊！这里感觉比较不好下呢。我知道啊，刚刚那个地方比较不好下，左边比较好下。也比较不陡啊。对啊，这里就随便滑了。好累，脚掌太累。
太累太累。哟，脚掌太累了，我脚掌超酸的。我是膝盖。太酸了，我要休息一次。我要膝盖。我现在休息，而且我全身都是汗，冒汗呢。就不用再滑了吧？嗯，太雾了。嗯。好，进去。啊，受不了。进去。我要进去啦。那你要在哪里休息？你要在哪里休息？我现在是脚累，所以我要坐着休息啦。那下面有很多。对对对，有椅子坐就好了。嘿呀、啊，太累了，太累了。而且面罩也快要雾了，快了。不知道啊，好，赶快拿下面罩，不然眼镜又更雾。哦，受不了，受不了。嗯，很热，很热啊！一进去就全身水汽就出来了。很雾哎，化妆楼哎。哎呀，现在这边也开始雾了，下面也是的。脚掌超酸，超酸的，不大行啊，太酸了。那里有位置吗？有吧。I know it's so foggy, isn't it? Yeah. Let's say it, go banana. Say it. I think it. Go banana. Go banana. Okay.好，关。